我呢度嘅時間係墨爾本星期一，咁接近黃昏時間啦，已經係7點鐘咁滯啦。咁就喺歐洲啊、美國嗰邊嗰啲新聞啊，就陸陸續續出現啦。咁啊，禮拜日嘅新聞啊，咁我哋見到呢度啊，就話咧由大馬士革去到Beirut 啊，喺雅典去到 Venezia，喺 Geneva 去到 Vienna。耶加達去到 Rabat，哥本哈根去到柏林，等等等等。所以萬千萬人千計萬計啊，萬人空巷，大家睇到呢啲圖片啊，呢個冚唪唥都係人嚟噶。呢個另外一個地方，咁啊，我當然啦，唔認得呢啲咁嘅。landmark 啊啲咁嘅地區，咁相信咧好多網上朋友啊會可能認得啊呢度到底喺邊度啊？呢啲冚唪唥都係支持啦巴勒斯坦人噶，呢、這個咧就係喺墨爾本噶啦啊，呢、這個就應該係我哋嗰條 Swanson Street 啦嚇。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仲有下低可以見到咧，呢、這、一個就係喺。印度嘅啊，咁我哋唔使聽聲啦。跟住呢個唔係啊，呢、這個廣告，呢、這個咧，呢、這個就係喺Yemen 也門嘅。跟住呢個應該係Jordan 啦嚇。Thousand Sons Protest in Jordan 啊，Jordan 嘅。我仲未嚟得到啊！我哋今日啊，咁啊有啲警察喺度啊，維持秩序啊，希望我哋非常非常之多人啊。跟住呢一個咧，呢、這個就人少啲啊，喺美國啊 Texas 呢、這個哇，伊斯坦丁堡 Istanbul 啊Istanbul 啊咁。哇！呢度萬人空巷啊，呢度非常多人。呢、這個唔係啦。I stand with Palestine 啊，我與巴基斯坦同埋一邊啊。呢度邊度？呢度係曼克頓。曼克頓嘅呢、這個個鏡頭唔夠高，但我哋仍然見到呢度係亦都非常之多人啦，係支持啦，係巴勒斯坦人嘅。咁啊，今次巴勒斯坦人發起呢一個嘅反抗啊，咁啊，相信咧喚起咗不少世界人民嘅良知，希望呢啲良知可以轉化成為咧係政治力量，使到巴勒斯坦真係可以咧獨立成為一個巴勒斯坦國或者兩個巴勒斯坦國。